坤达不急生小孩，担忧冷落柯佳嬿。坤达24日出席篮球手游活动，他和柯佳嬿婚后幸福，受访时表示会更加顾及老婆感受，所以会很克制玩电动，不敢造次，怕冷落他。会参加手游活动，坤达自然爱打电动，他自曝平时很常跟欧弟连线打游戏，一路打到凌晨三点，玩到柯佳嬿都就寝了还不罢休。但是坤达也很自制，表示自己不会连续玩太久，怕老婆生气，也不希望自己冷落到他。坤达也说，他不会花钱储值游戏，所以不算是沉迷电玩的男生。